在他这个叉叉五简介里面，他自己写，他的幽灵来自于哪里？他到华盛顿 DC 这个越战那些纪念碑啊，所有的幽灵他全部召集。另外还有911死难的那一些3000多人，他也召集。另外呢，这印尼雅琪省这海啸死的全部召请，这个在台湾的死难的日本惊魂全部召请，塞班岛的啊，这个塞班岛浴血战的这个日军跟美军互相。全部在塞班岛死的，全部招请。另外还有4大地狱的幽灵，全部招请。然后他在这他的这个叉叉五简介最底下还讲，以叉叉堂为中心，它是总部在中心，然后分部。就是在全世界上的市，生活中的市、堂、会，就是这些幽灵的分布。最特别的，四大地狱的亡灵，地狱里面的亡灵，印尼海啸的亡灵，巴拿马的亡灵。关岛的鲸魂，美国华盛顿鲸魂，也就是美国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的就是华盛顿的那些纪念碑的那些，在越战死的啊，那韩战死的那个纪念碑的所有的鲸魂，美国纽约911的亡灵。台湾日本的鲸魂，228事件的亡灵，等等，你看有多少？所以哦，抓不完的。